心灵童话的感觉出过了呢。哇，这个就值得讲了。这个白鹿的应该还没有，这个白鹿的很漂亮。肯定，在几百年前就是，这个长得很像。我再拿三级韩愈师。哎，我觉得如果那个讲过的话，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就讲那个。来，麻烦先把衣橱抽出去啊。